我就把舞台交给咱们的旗袍协会的舞蹈团，来，请你们上来。来，好，谢谢大家，现在欢迎大家欣赏我们新加坡旗袍协会的合唱团，为你带来一首《兄弟想你了》，谢谢。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抓药啦，兄弟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放心吧放心吧，我在这哈哈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啦，你就等着找好吧，我知道现在还没这明白，为什么你要选择离开，还记得小时候玩的玻璃球，还有你最爱喝的那茶子，其实我每天都想家，也总想往往家里打个电话，外面的日子也开心吧，在这喝我也醉了，想家我